夜幻收看，不知道玩什么单元，那再玩吧。耶，我是瑞瑞，今天我们要玩最新的游戏，它叫做人王二。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人王二呢好好的翻一翻。那我们现在忙进入这个游戏画面。三国也是这个 KAT， 嗯 ，KAT 好像，哈哈哈哈哈，有点敏感啊。哎呦，这个画面很红啊，金城武。游戏今天玩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我们玩这种日本风格游戏就是要日系一点。我要求要换点。好了，那就这个好了。但我比较喜欢欧美一点。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这些都跳过。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当然不用讲啊，条件大。OK， 设定完成。好，设定完成，我们的妹子出发。哇！哇，这个好帅啊！哇，简单啊。OK， 我们今天不知道玩什么单元，我们的人王二，我们只花了大概三个小时，然后把第一关破掉。整体上呢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如果五颗星的话，我给四颗星。我会给四颗星。其实我是觉得我差不多给二点五颗星。貂蝉要给二点五颗星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还有他要花非常多的时间，然后有一些部分就是，我觉得你们刚刚报的那个时间是不是有点误差？原本应该是会更短、啊。好，那今天这一部《人王二》推不推？其实是推了啦，我推了，我也推，因为真的蛮好的。他是很吃技术的，对，很吃技术，非常花时间。而且他的技能，你自己看，他技能非常的多，你要打很久，打到很后期，你才有办法把这些所有东西都解锁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你是不花个很长的时间去玩人王二的话，是没办法全破。今天就大概把第一关打完，给你们看看这里面的内容大概是什么。那期待我们下一集的开箱，这次的不知道玩什么单元，人王二挑战成功，来，下期见。